哇塞，这个年头竟然还有人在练字哎，这个声音好熟悉哦，是他。Hi today。带着礼貌是真的。哇，梦梦，我觉得你字写的还可以哎，不错不错，差我一点点而已。是吗？不然我们现在就一决高下，就是我也要写一下看看吗？来，奉上文房四宝。我要开始喽。嗯，欸，我写这个很棒的。是是是，我看一下你是什么风格，这是英文吗？Excuse me。哇，好丑。好的，老师完成了。哇，好。好特别哦，很特别是不是？对 对，所以我写的应该算还 OK 对不对？还 OK， 好，不如这样好，我直接送你一幅，是这几个字，哒哒哒哒，鱼与熊掌，这是刚刚呢，我在等你来的时候特别写给你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写这个送给你吗？哎，不知道哎，因为我要问你，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哦，我择偶条件其实非常简单呐。就是要外貌一样长得够漂亮嘛，对不对？ Uh-huh. 然后要会煮饭，然后最好是身家要破千万或破亿，让我可以少奋斗十几年。嗯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不可兼得可以真的握住的吗？太好笑了。我们刚刚那个烂笑话就算了啦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就是我认识梦梦呢，就是从金曲奖那个领奖的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是的。对。那我们可以请问一下梦梦说怎么维持这么好的身材吗？今天呢，我就不藏私，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秘密武器，因为我觉得你蛮需要的，真心话。好了，跟我去吧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看到梦梦，你现在换好服装了，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吗？我们当然就是要开始暖身。对，这是我们的空中瑜伽老师小韩老师。耶，yeah ，小韩老师你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先做暖身，就是让我们等一下开始做动作的时候呢，身体会比较暖和。好的好的，那我就是站在旁边看两位美女热身就可以了。哎，怎么可以？你要来陪我一起。那梦梦跟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再来垫子的前端。好，来，左脚往后。对，好的。右手踩稳稳的，来透气。左手打开，往上扭转，眼睛看到的手指尖，看到天花板。这个有点紧。来，两只手贴地板。老师，我好丑，你帮我瞧漂亮一点。左边的屁股，我们往前扭一点点，这样的部分迈进。前脚膝盖给我，再往下，再往下。好，三秒钟。梦梦，你也是个硬汉哎！哇，这个动作做完，老师有没有简单一点的动作？我觉得我的筋骨已经快散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了，我们轻松一点吧，把砖打开来吧，直接深呼吸来透气，肚子一收翘屁股，一收翘屁股，翘屁股，对，很好，来，膝盖点地，脚尖平贴，好，深吐气，屁股坐，再脚跟额头点地，来到最舒服的婴儿式，不需要那个自然了。梦梦，老实说，我刚这个热身热完，我已经有点差不多了。你刚热身的状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大学的时候是玩啦啦队的。对啊，所以想说这应该难不倒你才对啊。对啊，我一直对我的肢体很有自信。我那个时候都可以把脚举在头上啊，然后把脚从后面上搬到上面来啊。但没有想到，就是人真的要认老。我刚脊椎超痛的。所以你等一下对空中瑜伽的挑战是有自信的吗？有自信。我们的吊床是不是很漂亮？很漂亮，所以吊床应该是拿来睡觉的吧？对，就是像这样。再见，我先睡下。我们今天就是来挑战哦。那所以我们也是从在吊床上的热身先开始吗？对，我们再来试一下下。老师，我也找到我的吊床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热身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把你的吊床左右拉开，腰的两侧，踮脚趾头往前走，再往前。好，来，身体前弯。好，深呼吸，来吐气，手往前一推，脚飞起来，往后来到满空中的下犬式。我们整个离开了。对，我们脚整个飞起来。哦，不行了，撑不住。好，来，脚再飞高一点点，再更高。好，勾到我们的吊床。我这个姿势我做不来。可以，好，加油，一定要撑住。来，我们再来哦。又要断了。老师，这应该是热身而已吗？还是
热身完全准备开始了。哦，准备开始了。好，老师，我已经就摇滚区了，准备可以看两位开始表演了。你看我们在旁边这样看戏，说风凉话，气你了。来，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来，双手伸开，往后抓四折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屁股跳进去，坐进来。好，顺势的将你的右脚踩进去黑色的布边，手一抓，脚一踩，站起来吧。身体往上，手抓高一点点。嗯，好，你还好吗？还行。闭回来，手拉大腿夹回来吧。顺气，右脚膝盖弯，往黑色吊床跪进去。这个我完全没办法。没吗？没吗？画面是非常漂亮。老师，画面漂不漂亮？对不对？老师，他的动作算很标准。很标准。有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下来吧。最重要的就是结束的动作。对。还有没有筋？就下来就要到了，可是可以帮我们打个分数吗？以这样比较这个学生第一次来讲完成这个动作的，别讲了，十分。哎，摸摸你的手是？那100分，可以哈，100。哇，老师，刚刚第一个动作太好看了，还有没有更漂亮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再见识一下？由我们准备来吊床上面转圈吧，双手抓着吊床，这样的右脚膝盖挂上去，吊起自己来，准备左脚举高天花板。高来画圈压下来，耶、yeah ！然后脚膝盖勾一下下，脚趾尖轻轻的点着你的，对，点着的膝盖，很好。来，一手抓回胸前的吊床，好，我们要顺转两圈下去，来，右肩膀往上压，左脚打开，好，右手抓好，好，好来，看到我这里，左手放，左手放，老师为什么他一直转这样？你可以偷抓我的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刚刚的动作挑战的很顺利，我们可以来进阶的吗？好，还有进阶的，你看在上面转一转啊转去，要不要？当然要啊，这个是我们最想看的东西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在你记得我们就是待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非常重要。哦，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了，对对对。老师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下一次还有20分钟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想做下一次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我们先走了，组队的叫声叫声，拜拜，老师拜拜。